呀吼，去动画世界玩了！啊，好疼啊！哎呀，为什么不让我进？每张和我们头顶都有字母，组合成拼音才能进去。看我的，哇，我怎么也进不去？德意安店没错呀，小妹，我们要一起进去，所以要大家都组成拼音才可以。哇，听起来好难啊！哈哈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熊妹进第一个班，小雪进第二个班，我进第三个班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这样管用吗？德翁动动和娃画画破烟片片动画片，没错，肯定是这样。大宝，你真厉害！呵呵，那当然了。咦，我们快进去吧。啊，不是要去动画世界吗？这是哪里呀？欢迎来到第二关，只要答对我提出的数学问题，就能去真正的动画世界了。哼，为什么还要答题呀？动画片和数学题也没什么联系吧？不是的，在动画片的世界，掌握好数学知识也是很重要的。那你快出题吧，我们准备好了。请把相同结果的算式连起来，你们只有一次机会，请仔细答题哦。什么？只有一次机会？这也太难了吧。大宝哥哥别灰心，我们一定可以的。我先来，一加一等于二，十三减十一也等于二，我连。九减五等于四，二乘二也等于四，我连。哎，我也找到一个，三乘二等于六，三十六除以六也等于六，我连。哇，就剩一个了，十六除以二等于八，六加二也等于八，我连。全部答对了，大宝你真棒。原来我这么厉害，好了，以后我要好好学习数学了。恭喜你们全部回答正确。动画世界大门已打开，开始传送。哇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去玩了。这里就是动画世界吗？看起来可漂亮啊。我敢保证这里肯定就是青青草原，我们马上就见到喜羊羊了。小雪、大宝、熊妹你们好。希娜你怎么在这儿？难道这里不是动画世界吗？我的青青草原。大宝别哭了，这里就是动画世界。那你怎么在这里？别骗我了，这里肯定是童话王国。我真的没有骗你们，其实是因为动画世界也会有危险，所以我妈妈派我来保护你们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希娜我们去哪玩呀？不着急，只要你们答对我提出的问题，想去哪玩我都听你们的。什么？怎么又要答题呀？因为动画世界的人都很聪明，只有头脑灵活的人才能和他们一起玩。什么？还能和动画角色一起玩？那你快提问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你们听好了，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？我还以为有多难呢，原来这么简单啊！我来告诉你吧，一共分三步：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，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，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。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去玩了吧？等一下，还有一道题，把企鹅放进冰箱需要几步？这不是一样吗？还是三步？回答错误。是吗？怎么是错的？给你们一个提示，这是脑筋急转弯。大象、企鹅，脑筋急转弯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四步。恭喜小雪回答正确。耶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去玩了。哇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是四步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